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来个菊花吧！哦，铁蛋鸭子！主播 BGM 有够老啊！这个 BGM 是那个啊 Top 五十哎，NCS Top 五十哎，Best of NCS 哎。串烧，安排推猴子还是六三五？阿木吧，安排阿木强一点。Yes。理由，nice 哦！我这个捡球大帝也是不遑多让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嘿嘿，啊，没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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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投，nice 啊！先到现在还有 T1 吗？应该算 T2 吧，感觉。这一幕站好底线。哇！怒斧双边，先到出来机会很高，台服没有边角。嘿、hey, ，花型几趴？64%。遗留是玩顶头啊，当然不是啊，玩补蓝的。补蓝比较重要，遗留是拿来补的，必要时刻勾个几颗放人间。嘿、hey!。嘿咻！干！后面，我看到，要被工程超了。哦，这球美！哦，人家问急流哦，对，急流是玩顶的嘛？看看看情况。Nice play 打！OK， 秒板花型没看过吧？哈哈哈，投降！哭啊！光阴这版太烂了，不想玩。补了个工艺给他，玩个西霸。对付一下一幕，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居然使出了二段，然后赶上来。上等的。
担心，我会帮你们补中断的，放心去守。我卡读取100%进不去吗？没有。不过我忙完要回来打，从明星仔开始爬。我发现打明星场可以一直笑到尾，各种小事小说。你也知道，也只剩100块，那就是小丑大对决了，精彩的。Nice。继续，抱歉。如果没跳篮板，控制比赛会不会接吗？不会啊，不要空跳就好。